这哥们刚才说是第四碗了是吧？你是第四碗了是吧？第五碗了。第五碗了，你这么吃老板不赔啊？要把本钱吃回来。好，我们还吃东西呢。啊。他的菜炒的好吃，价格便宜。啊。这么菜都可以吃啊？10万块钱你去买菜买不到嘛？哦。他这家人做生意有活气，荤的也有好多种，熟的也有好多种。我们这个菜一四十多样，12块钱一个，来随便骑随便挑。随便骑，鸡鸭鱼肉都有。我们自己都是老人家走，全身全力都住在他们骑的深满一族，骑在乡下的土坡，骑得好好的，不能说谎，不能偷假货，我们都做的都是真货，好米好油，好菜。哇，这还给加肉了，哎呀，行，这太贴心了，这是上桌给加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在湖南湘西的吉首，来到吉首要必须要吃这个大碗饭，12块钱随便吃，40几个菜，那得多贵人呢？这是小炒肉啊，这个是什么菜？这是玉米做的那个酸菜，腌制的那个酸菜。哦，12块钱还有鸡啊？有，鸡、猪脚什么都有，鸡、猪脚。对，哇，还有那个卤猪肉都有啊，鸡、猪脚、卤猪肉，这都是大菜嘞。对，这个鸡也是红烧吧？没有，这个是那个清炒，我那个稍微压一下，用那个和那个辣椒清炒。啊，翻锅压一下。对，some kind of butterfly, baby, you
加饭上就好吃。这碗饭你看扎不扎实，你觉得这绝对是饭饭人的天堂啊。